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以及喜爱扬琴的朋友们好，我是吴立志，来自新加坡，师从徐建清老师，0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，师从黄河教授。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兴奋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研发，名为低卧式扬琴定指珠套。而这个研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在初步学习扬琴的时候，掌握琴足的过程中所会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困难。接下来就让我一一为大家示范如何用这个琴足套。扬琴演奏艺术流传至今，多亏了我们前辈们的努力，让我们后者能够有机会继续的发扬扬琴精神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研发，希望能够为我们的扬琴大家庭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，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突破，让我们学扬琴的学生们、孩子们都能够轻松愉快的学扬琴。